家那小孩也是，我没看出来，我没看出来，那脸上都是那种像起疹子一样，是那种小红点。他那个还特犟啊，我看他现在那么点小孩，他就有那个什么，他就有那个那叫脂肪堆积那个，就像我这儿里头的脂肪堆积那个小狗。那是胆固醇。是吗？就是黄疸嘛。啊，对啊，就那种好像跟油样的那种东西，一个一个小点儿。那是黄疸。不是黄疸。